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2016年就菲律宾少量小型渔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正常捕鱼活动作出善意的安排，同时依法对非渔民相关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菲方滥用中方的善意，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管辖权，中方将依法维权反制，相关责任和后果完全由菲方承担。